这数十年的杀孽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真是感人的决定呐！乌提那数十年来死在如重剑之下的冤魂，深深哀悼。锁在血锁链里的阿扎，有种出来过招！看来这血咒还真是找对人了。凭着血锁之咒，就想左右俺，痴人说梦！哦，吾之神威令如嗜血成瘾，杀劫无间，难道不是左右？还是说杀人嗜血就是你的本意？俺越是气急，你们越是开心，俺怎能会让你如愿？不，血！爹娘，你们累不累？啊，充斥着惶恐与世俗的血液，每次都能让吾心间不停颤动。来吧，让吾饮血。多么鲜嫩的美味啊，那充满生机的赤子之血，甘甜绵润，吾已许久未曾尝过了。你们快走，离开这里。如在忍受吗？吾在加血力道，还能目睹这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吗？妖孽还不够，再来！喝饱了，妖的血和人的血真是各有各的滋味呀、啊！吃饱喝足的吾将享受血雨类的梦乡，仙羽超，期待下次再见。难道妖魔精魄也会令这血锁链恢复平静？还有没死的，在何处？在我眼前。爹娘，我再杀了这个人，咱们一家三口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原来如此，俺说为何你那爹娘呆若木鸡，半句话都不曾讲，只怪俺当时血咒加身，未曾察觉。看你这一条惊魂啊，为什么你还不死啊？快死啊，我要发动赤炼血阵了。你若这么急着发动血阵，不妨用你自己的精魄来得快一些。闭嘴！用我的精魂，我还怎么陪着爹和娘？